上面上就这样跑，平好运气的时候，这么一直站在里面，他力气那么大哦，他没有办法，顶不住，你看，他顶不住，因为我这边的柔软度好像一个高压的气球一样，容易他一下，我一边讲话，他一边压不定，对，压不定，我们的气可以这么跑。那练气功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好像骑脚踏车的轮胎不小，要慢慢变成骑摩托车的轮胎那么强。到最后呢，要跟汽车、卡车，甚至有一天你的功到了说可以支撑几百吨、几千吨的飞机的轮胎一样，你的功就越来越好。所以要先做这个腾啊，把这个丹田的气运到这个气垫里。我们说这个人雄腰五背，什么叫雄腰五背？就是背哦，把它的充满了气，充满了气嘛，这个功就好。如果是背部的，比如说我们把前面做，如果背部这样，啊，那可不行，那个就合起来。这我就加我的背部嘛，合起来，那这个背部要张开，张开。它张开的时候，你对方来的时候，你有你的腹部跟你的背部，它有支撑非常强的一个 supporting 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要练内功呢，第一个初步要先练那个吐纳，啊，吐纳练到我即便在跟你讲话，我也可以做吐纳的运动。我在讲话，我这个可以做吐纳的运动，啊，那这个只是一个很 basic 很基本而已，这个谈不上什么很高的境界。我们真正的境界是要这个这样运气的时候。你力气最大应该，他力气最大。你一方面按我这里，一方面另外一个手按我这里，这个手按我这里，这个手按，然后你体会一下我在吸气跟吐纳的时候，缓掉呼吸。这个手他没放我，压他，压不下，他没放我压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运气的时候的手，表面上是压过去，好，表面上是我没有放，可是他压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里面的气在撑，我的肌肉是软的。我们不能够用力跟他撑，按照这样这样这样，好像我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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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压不下去，我是软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软的？要不要去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为了。